感觉哦，自所己谓自己也自没己出去去哪哪边边干，干，他他就就出出去去吗？吗？应该哎，进来先把那边关掉。码头港口投我要票，去哪边改名字啊？在外面。他出去了。在外面吗？啊，我的，哎，你也没绑定吗？因为我的是有绑定，所以就都固定了。嗯，我好像也没办法改。如果打错字，不要关内麦音。你们要先关起来，先关内。是有绑定的、啊。八八点啦，呱呱呱呱，呱呱。我还没调好。最近有那个哦，鸭肉很贵哦，鹅肉很贵哦。最近什么都贵啦，什么都贵。最近有那个，那你要大声点讲啊。流感。没有啦，现在每个肉价都已经跟以前比起来涨三倍了啦，没差了啦，怎样都贵啦。不要这么消极嘛，就还是好吃，真的好吃，这是事实。好吃，但是只是你吃的量变少了。那怎么缩水？让鸭鸭改颜色啊！这里我现在讲柜子，我现在讲衣柜，为什么弄音像小护士？对啊，小护士，这不是小护士吧？团是皇后。对啊，我是皇后鹅。他是皇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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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换黄色啊？那请问你的小拇指有没有那么超长的指甲？然后都要翘起来，省力。对对对对，笑死！奇怪，我的名字不会变呢、欸？啊？为什么？你该不会是那个进来没渠道吗？还是怎样？我有绑账号啊。那你从开眼吗？对啊，为什么回到主选单那个右上角那边？内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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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上角 ，M 可以关内麦。左上角，左上角，它是登录状态啊。今天只有4,831只到。重置了，还很 peace 当中。等一下哦。上次看比较恐怖。慢慢来。哎、欸，放屁是哪个键啊？忘记了。F。哎、欸，这个好棒哦，我要当这个。没看到换颜色，没有刷子，你进来要点刷子，对，你要点那个刷子，用这个刷子，一个刷干净，刷，尤其自己，要不要氪个金？氪啊！你们看到我们都有东西吗？是不是都已经氪了，别的我有熊猫宠物，你揪的还不氪，宠物的绝对都是没有氪金的、啊，绝对，我都没氪金，干包包而已。哎、欸，我是那个哎、欸。不会这是什么？你是小女孩、欸？对，三木头人。那你要什么十一搭？然后我们就不能动。好扯哦！你左边敌输了。哎，变变变！敌输小女孩哎、欸！哇，我今天是带着敌输的精神来玩哦。感受到他的精神了。感受到了吗？感受到了。给你一个爱心。哦，好臭，好臭，好臭！我也要给爱心，这是我对你的爱。谢喽。啊，迪叔不是这个吗？给一个赞。我还是没有哎、欸，重新绑定的还是一样哎、欸。所以你那月月叫什么名字啊？我就 player 4743。反正他的唯一一个名字怪怪的就是影月了。对，4743。我跳出来看一下，我记得右上角可以改的。右上角，你先点 play， 你点 play 之后，它进到那个选单右上角就有一个名条，看到了。哦耶！右上角，刚刚Bobo说左上角，我还记得。哦，事情是谁发生的都知道。哦，难怪找不到。你刚不是给我一个爱心吗？现在怎么开始？啊，他一定是因为在玩那个一二三木头人，他捂住，所以是看反方向啦。啊！屁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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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屁你！屁你！小女生不要对他太计较啦，他是小女生嘛。他是屁他屁他屁他，小女生吃屁啊！小女生呢？你这样会被女生讨厌。哇！你最喜欢被女生讨厌吗？被你讨厌。你有没有讨厌？你有什么特别的吗？
今天是我妈，抱歉。对啊，对啊，你好，抱歉，我来了，各位，Hello， 那欢迎来到我们这个就是鹅鸭沙，然后新出的一个新地图，我们是不是要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有谁？好，老派派来，排队，从左至右，巧克力你在干嘛？没位置，你要在最前面。自己找位置，插队。来，第一个。嗨，我是巧克力，我是好鹅。嗨，我是繁星，给你个赞。我是哈蒂，给你一个笑脸。你那不是笑脸？哪里有笑脸？笑脸，你是鄙视，鄙视脸。哎，大家好，我是阿万。大家好，我是蚂蚁，好人一生平安。好人一生平安。大家好，我是呱呱，今天很呱呱。所以你今天要叫你呱呱。呱呱要被呱呱要被票出哦。嗨，我是团团，给你们一个鹅爱心。爱心，我是小雨，你看我有秋袋，秋袋，我是爸爸，哎，我是云月，我今天来是来吃鹅肉的，耶，鹅肉的，哎，我前一个是云月，我是 B O B O， 哎，我是兔子喵，我不知道我什么。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这个是一个新地图，然后我不会讲了，对不起。音乐改了。好啦，那个这张新地图啊，就是这个游戏其实还蛮酷的哦，它有针对新地图有出三个新职业。哦耶！对，那就是我们的警察，然后这个另外一个是我看一下哦，警察，然后还有锁匠，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应该算是 snitch duck 这样，那是什么？先一个一个慢慢讲啊，什么讲？杠力啊！你破梗了，不行，警察，我还在警察。破梗了，哦，对不起。好，那我们就先从破梗的告密鸭开始讲。告密鸭是怎样呢？就是呢，当我们一定有个情况是最后就是尸体出来拍来了，然后不是会有投票环，就讨论，然后投票环节。那如果说今天告密鸭投的那个，就是不管是鸭还是鹅，他投的那个对象只有他一个人投他的话，然后呢又没有其他，就是比如说票数超过他，然后导致有人出局的话，那他投的那一个人会被关在地图的监牢里，监牢关起来，对，他会被关起来，然后他要怎么出去呢？要等到就是。有人来帮他开门，或者是如果他是锁匠的话，他就可以自己帮自己开门。哦哦，对，那我们一次讲了两个职业了，然后呢，再就是警察的话，警察的话呢，就是他不会被送去监牢。哦哦，就是如果今天告密鸭投了他，然后只有他一个人被投，但是没有人就是曾死掉的话，他也不会送到监牢，就是平安度过一天。哦，你要被关到监牢也不容易呢。对啊，其实被关到监牢没有到很容易，感觉就基本上就是前面，那不然就是可能平票的情况下才比较有机会这样子。对，那就是这三个职业就是这个地图新增的三个这样子。哦，专属的职业啊，算是专属。专属。对，好诶，算是专属的。玩了就知道。我也不知道，那我们一些其他的，关他，我是想说我们有试其他的，但是这一场看要不要就先试加这三个新职业，因为毕竟也是新地图，好拿出来。好诶，好，那我们要三只鸭哦，三只坏鸭，哎，啊，旁边我们的问号都可以看得到我们目前现在的职业哈，好。哎，问号哦，对，右边问号，对，就是告密鸭、一般鸭、一般鹅，然后警察鹅跟锁匠鹅，嘿，就这样。嗯，好，好。哎，告密鸭关人对不对？告密鸭有开啊？你要在加拿大？哦，要加拿大吗？也可以啊。好，好哎。还是加拿大？我加拿大，还是加拿大？好了 ，I'm a Canadian。肯定看到了，有了，我加了。
好啦，那就走啦走啦，好走啦走啦 ，ready ready ready ready， 繁星繁星，恭喜喵，恭喜喵，有了。那等一下我们讨论是 DC 吗？还是 DC 吧？等下讨论就 DC 这样啊，记得那边先关，等下关麦，关麦。我刚刚要跟你讲说黄色可以让给你了，我刚刚没有注意到我是橘，我不是橘。哦，没关系，等下再换啦，下一场，下一场再换。等啊等啊，这个声音好难听哦，我的天啊！啊靠呀！啊！这东西，好香哦！死掉了。还尿尿欸，要拿大耳饰哦。Hello， 但是其他人声音好。你是说我很吵吗？欸、我们前面在说，死人了 ，Hello， 死人了，死人了，飘飘繁星，阿旺，你有什么话要说？真奇怪，是在现场吗？不是不是不是，阿旺很开心，是尸体在工厂，工厂上面的一个通道，然后我从右。屯镇中心往工厂走的时候，发现阿旺从那边走上来，往酒厂走。我不确定是不是阿旺呐、啊，我只先问他，他有什么话要说而已，他就先笑了，我也不知道啦。对，真的拍解差的话，那个我的投票时间没有调，所以这一场会都会快一点。好，就这样。完了完了，直接投了，直接投了，直接投了。直接投啊！直接点了就投了。嗯，刚刚小雨说团团对那个允月说要把发发给，他说要把发发关起来。没有，关起来。他是鸭子啊。然后我是蹦蹦蹦哦，你们小心哦，你们是鸭子。他怪怪的。是肯恩迪人是不是？肯恩迪人。然后波波刚刚都很奇怪，你在这边提告我，哭啊！哪知道刚好我说，阿旺你什么话说？哎、欸，你好。看这有死掉的鸽子。对啊，好不能拍他出哦，还睡觉，他死掉了，他旁边有凶器耶，哦，爸爸，啊，是我，哦，不是他小，往下，往这边，什么意思？是大便要变成水吗？嗨，看不懂什么任务。
看一下，什么东西？碳化粪池吧，还是什么任务的？看不懂。粪池，然后把它变到水里面去。对啊。不能经过啊。啊，完了。啊，桥死掉了。在哪里？掉了两个人，三个人呢、欸？没有一个投出去的，两个人被刀的，一个投出去的，一个投出去的。发发也死了。发发，我刚没看到发发、欸，哎、哦，也没看到桥。桥在昏暗街那边。昏暗街。就是、他刚刚应该是在救火。哦。趁机被刀。火在昏暗街。火是在那附近嘛，对不对？对对对，火好像在小屋里面。我可以把他吸。我可以把小雨。可以把蛮清。我记得我刚刚还没火，还没烧之前，还有听到他的声音哎，在我在那个酒吧，就巧克力的声音。没有、啊，巧克力就一直说，就是为什么去酒吧不能点柳橙汁，然后他就哭哭的跑走了。对，点柳橙汁。到底有谁会去酒吧点柳橙汁？哭着跑走之后，大概十秒钟、二十秒钟的时间就他。啊，有人、哦、对，然后呢，然后就是允月跟那个巧克力去昏暗区，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就有看到任务是有两个，所以呢，我是去仓库，所以对，剩下就是嘿，你们看你要投谁就投谁吧，我往这边投了。我是去旁边的酒馆那里去找小雨啊，来不及，太快了吧，在酒馆，好快哦，完了，加油，允月被关了吗？没有，你没出去啊，你没有出去，有人会被关吗？没有，时间太短了，没有，哎、欸，来，好、哎、玩。没人。哎，小半讯，不止这个人。不管。哦。又遇到哈基吧？哈基。哎，我们又见面了。救命啊！看不懂啊，大便要变成水是不是啊？大便不能。哦、我的是大便不能碰到水。哦，对，水杯它那个转的方向就是水流向方向。欸、我过了，碎啦。对，过了，我过了，我解完了。我剩一个。我跟你走，我全部解完了。你有个吧？啊，我也解完了。我们找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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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找人，找人，找，我们就找谁？不知道，我跟你走。好，找这两个，就找这两个，跟他们走了，不走，不走，不动了。他们会倒完人啊？哎！啊，怎么一堆人在这里？你们在干嘛？啊，怎么修 K 没人修？等任务啊，这不是要解个的任务吗？哦，这样对啊，好，结束了。我以为是大家都在这，他就在这啊，都在这里。我的任务没解完吗？解完了，解完了，我解完了，不要去解，是不是有死掉的还没解？不是有死掉的解，我还没解完。门被关起来了，开门，关进去啊 ！Open the door， 会不会叠杀 ？Open the door， 我也觉得会不会叠杀？好恐怖啊！还是我先站远点，好了啦。你要别的任务吗？你要别的任务吗？你们开了，门开了，门开了，先去别人。我先。你干嘛？哎，看我原屋酒吧还有任务。没有没有，外送拿完了，我要。哎，好饿啊！我刚才一直打，一直尖叫啊！可是你不是喜欢虫虫吗？没有，那看起来很恶心哎。它是蚂蚁吧，还是什么？看不太出来。好了，我要去那个了。等下该不会巡视在等我？你要去警察局是不是？我解完了。没看到诺英哎，他是想等人到、啊。诺英不见了，送你啦。还有问题？嗨。哦。嗨。嗨。因为我刚刚在酒吧出任务了，可是任务都完成了，任务好像有点少。任务要再调多一点嘛、啊？任务可以多一点。对，讨论时间也要调一下。好，调整。讨论时间跟投票时间都要拉稍微调整。OK。嗯，凡青没有发现我不见吗？没有人看到哈基的尸体吗？没有，连我们幽灵，连我们幽灵都看不到哎、欸。不是，太白了吧？没有，他在广场的那个地方，然后刚好前面的点水池。
对，然后就盖住了，盖住了哈记，所以完全看不到。我当然看至少那个右下角警报应该还是会有吧？有亮，有亮，没注意耶，确认过，没有注意，不是，没注意。那时候很好笑，那时候哈记跟哈记跟繁星在讲话，讲一讲，然后任务好像你那边有任务吧，然后就是我想说吐司喵会跟我一起双杀。然后就把哈基给杀掉，我也没有想太多。结果吐司喵没有把繁星杀掉，我很紧张，你知道吗？结果没有人发现，其实没有，刚好看不到、哦。有任务啊，那时候刚好有紧急任务啊，我只看到紧急任务啊。莫英喝柳橙汁错了吗？很多人走错了，很多人走喝柳橙汁错了吗？没满十八岁喝个柳橙汁错了。我就有人在边走边喊：“去刀团团，去刀团团！”然后我就被刀了。对啊。你知道起因就是因为就是我跟巧克力在吧台，然后我就问他说：“哎、欸，要喝什么啊？”然后就说：“可以有柳橙汁嘛？”然后我就反问说：“谁会在酒吧点柳橙汁啊？”搞朋友错了吗？好了，那我的时间帮忙调，就是他的投票加讨论时间加起来是150。好的，那应该比较充裕一点的。然后任务的话，他我看他是直接调数量哈，那我就原本是五个嘛，那我现在直接调七个。好耶，好，那应该 OK 一点哦。好，没问题。好，好啊，刚刚那个，哎、欸，刚刚杀手是不是都没关到人啊？可惜。对啊，我还在等有人被关进去、欸。嗯，那个条件本身就比较难了、对，会本身比较困难。我是锁匠，我一直在想说有没有人要被关。哈哈哈哈哈。啊，那再加一个鸭都是高密鸭呢？我他好像没办法这样调，没办法哦，不能哦。对他只能调说有什么职业，然后他的那个。鸭一般鸭就一定会在里面，就比较尴尬。对呀、啊，那我们就再加之前讲过的嘟嘟好了，再乱一嘟嘟，嘟嘟，嘟嘟可以看问号，问号这边，问号嘟嘟，抖音抖音，豆豆就抖音，要自己抖音，要被投票就出局，被票就赢，没错。好的，好。我最好的，你最好的，好的，好的，可以的，没有问题，好的，对喽。走路好像幽灵哦，你就是幽灵，你就是啊。所以刚刚阿旺不是鬼吗？对。呱呱呱呱呱呱！哦，哎，你是不是谁？Girl？ 哦。哎，来，哎，好玩，哎，来，哎，好玩。啊！不要。我知道，A 来 A 好玩 ，A 来 A 来什么东西？老弟，对打。是谁？蚂蚁？哎，看见太多人了吧？怎么倒那么多？一二三四五，这么多！我在降落区发现尸体。降落区发现尸体。嗯，我们一定得票一个，而且要票对哦。好恐怖哦！哇哦！我刚刚听到团团喊机会贵，然后不见了。机会贵就没声音了。我可以。你说你在嘿？
我可以保那个发发哦，对，我们都是一起的。哦，我也没办法保人，我也没有办法。刚刚只有在酒吧那边有看到发发跟诺英，然后只看到一下我就走掉了。嗯，我有看到 Bobo 跟影月，看到影月，然后后来是跟马伊在工厂，然后后来我去酒吧那边就只有我一个人。不会是加拿大鹅？有、嗯、哎、欸，对哦，啊，喂，在场加拿大吗？我，没有，不是你，我啦。你是加拿大鹅吗？对，我是加拿大鹅。不是你，不是你。繁星走一段时间了，繁星，你真的是怪人吗？我是嘟嘟，你是嘟嘟，你到底是加拿大又是嘟嘟？我这边要先给繁星了。哪一个？你不是我们认识的繁星了。繁星，那其他人呢？波波刚刚跟繁星走一起，我没有，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稍微走一下，在广场那边。那不合理呀、啊，感觉就会想要杀波波啊。对啊。我觉得波波怪哦，我觉得波波繁星一腿哦。为什么？那我们等一下要小心。好，你等一下小心。然后不要靠近波波繁星，最后一个有可能是吐司喵。吐司喵，是喵，是。原来我被关进去了吗？没有，他这个应该是直接出局了。耶、yeah, ，赢了！赢了，赢了，赢了！真的假的？没有啊。叫外卖错了吗？太惨了！不是，你还要低会贵，而且你还玩低会贵的时候，你其实有经过哈基的尸体。没有，我知道，但是我故意的啊！我要想要等人来，没人来。哦，难怪啊，你嘟嘟哈，气死我了！低会贵。我刚刚前面是卖修脚嘞，然后后面变低会贵、怎么还有对话任务？等一下。狂点同一个就好了，反正不知道是哪个。对，点同一个就好了。哦，加拿大鹅呢？哦，我放火的。哦，哎呀，这张地图真的比较难哎，它放火是直接两处烧哎。对啊，然后杀手可以在那边堵。哎、欸，我刚才抢到钱要拿去那个说。爸爸怎么了？哎呦喂，阿西啦！哎呀，阿西无啦。我狂按 R、啊、反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只有一件事情，票包包、欸、你为什么刀了发发？不是我刀的、啊、那也没关系，你刚刚必保繁星，你必须下去。 我先说我刚刚没有保繁星哦，我只有说我跟他，你有，你就说你跟他都走一起。如果我没有跟他讲说走一起，我绝对把你刀个五段八段。哎、欸，你不，你这太场外了吧，你这样子不行啊！我想问你，因为大家想，如果繁星确定是那个好鹅啦，他在你旁边，他不刀你，他干嘛？刚刚那个刀了五个人呢、欸，五个人呢、欸，五个鹅、欸，可是我对不对？经过而已、欸，哎，嗯，我有跟他经过，我们也没办法，也只能票啦。不然你觉得是谁、嗯？我觉得是吐司喵啊。可是我刚刚也有先进，可是我刚刚也是先到，然后就有看到亮的啊，也有可能是你啊。那个土司喵，你最后位置在哪里？我最后在印钞机，我在跟搏斗。那就不关他的事啊，因为我最后也没有看到土司喵。对啊，因为没有我打，我输了。还看到土司喵哎、欸。远月 Bobo 巧克力跟我、嗯，巧克力跟我应该都不是。对，而且我是在比较门外，因为我不敢过去做任务，我就狂按 R， 因为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做事情。可是我们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有那个了，我过去的时候就已经有倒下的人。如果过去就有人倒下，那早就我就可以通报了。那对啊，那你应该早就、啊。我是狂点啊，我拍的是发发，发发是跟我们一起过去的哦。不是我啊，发发。而且你的视野怎么那么清楚啊？你的视野都怪怪的。我是跟你一起过去的耶，我视野跟你一样，我是好人啊。那你还可以说你过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人倒了没有？我是狂按啊，系统只要有可以拍桌，他就直接拍了。我过去的时候就有看到。那你还没有拍桌？那他是不是？那他是不是加拿大鹅、啊？那你为什么没拍桌？你说系统它会自动拍的话，你是不是？他是不是加拿大？他不是，因为那个 R 亮一阵子的。R 亮起来，大哥，系统哎、欸，我狂按 R 哎、欸。
他有理说不清，下次、哎、太难了，太难了。你刚聊抱怨，影月影月没有刀，影月没有刀。谈到这个，对，我然后乱插。哦，好酷哦！贴传单，啊、你玩到贴传单啊？对啊。干嘛？哦哟，好不容易当坏人去抢钱，真的是。我在去送钱的路上就被弄了，我在那边喊说我知道是谁谁，然后我就砍了。我只是一个做小本生意的嘟嘟，然后就被杀了。小本生意，那小本生意的嘟嘟，对啊，刚刚都没人给我买修珠雷跟迪辉贵，我就死了。迪辉贵，还有修袜掌，修珠雷。我要鹅鸭米刷，没有鹅鸭米刷，我要鹅鸭面线，鹅鸭面线，这是两种肉。印钞机哦哦，关起来了，好酷哦！歪门哦，歪门、哦，我要去找找人，找找活人。我们都在底下这边，我在底下。码头，码头，他们在 port 这边，码头这里，港口这里。嗯、啊哦，哦，太多人了。哎呀，哎，他干嘛？他输了。死了！哦不，他的灵魂啊！哈哈哈哈哈哈！不是，巧克力怎么卖这么多拍？因为我在调那个弄音的声音，我想要调高。土司庙好像是影月，他自爆哎、欸，太难了啦，这个太难了啦。没有，你知道我超相信你，我以为是土司庙哎。然后我刚刚觉得弄音声音有点小，然后我在问他，然后讲说比较小声，我要把它调大，然后调完之后，云云就说嗨，然后就看到旁边有一个鹅粉，嗨你好，我想说你怎么反应这么慢，我都杀了快五秒了，你才嗯，我相信你，我一直觉得是土司庙，我还觉得波波是故意黑踩黑，我刚刚还跟弄音讲说我觉得是土司庙，为什么你们听得到讲话啊？怎么听得到讲话？你没听到吗？我没啊，为什么？你是不是关掉内麦的耳机了？我有开啦，我没有开麦而已。而且你整场没讲话哎、欸。你整场没讲话啊？我没有讲话吗、啊？你整场都没讲话、啊。没有啊，你没有啊。你调一下，你调一下。哦，团团嘟嘟哦，允月，你刚最后自刀自拍，然后说是那个土司庙，我一定信你了。我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你在调画面啊，我想说啊，算了，太累了，这还有两三个人在那边啊，难。嗯，你上一个没有烧到人哦，就赢了、欸。啊，我内麦，先看一下内麦哦。内麦。哦，不行，我还不能。你们刀五个也刀很多。再刀一个，我觉得好扯哦！刚刚在那个广场那边，一人刀一个，好狠！广场那边就三只鸭，两只鹅啊，那当然刀一刀啊！好惨哦，王仔耶！所以马伊是亲的，我叫他大鹅。所以繁星杀马伊吗？对啊，对啊！欢迎你是蹦蹦蹦，你不讲、啊。你可以偷偷跟我讲，我那时候在你旁边啊。偷偷跟你讲。你路过你就砍我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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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我啊！就顺便砍，大力就来。迪惠贵，那个卖迪惠贵的也死了。卖迪惠贵，我没有卖到任何一个东西，我就死了呀，好可怜。迪惠的。那时候你就要压低呀。对呀，我刚你又给我讲，我死了。鬼讲的哦，你应该是无死晒了吼。我讲不，我这边黑彩那个土司喵。我哪会这么会玩呢、啊？白痴。就玩。好笑。黑彩黑啊。太可以，太可以。我顶下打顶下渡口。
你把台词给我偷，给你慢下来。慢了，你记得已经超慢了。可以超掉。设定画面一结束，音乐嗨。嗨。腿。啊，就同样配置在这一 round 咯，好吧。好啊。啊，不知道今天到底有没有看到有人把有人被关进去耶，好好奇。感觉比较难。是那个告密的官人的。嗯。嘟嘟。不可能完成，龙行拿钱而已，不是吗？没有，我的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哇！我抢银行了。什么鬼东西呀、啊？李慧贵，这这怎么能打？哎，什么东西？你在干嘛？打蟑螂？打蚂蚁。哦，加油，蚂蚁打蚂蚁。蚂蚁打蚂蚁，拜拜，先走了，先走了，先走了。噔噔，哎，打完了、哦。哎，蚂蚁怪怪的，不是啊，爸爸，土司喵怪怪的。说什么？没有，你很漂亮。啊！干嘛？我解完了。加拿大鹅。是加拿大鹅。干嘛？警察那里。啊！倒了，倒了，倒了！哦，两个都被倒了。团团团团，说不定会看到。团团说不定会去看。团团上去看。啊！有了，有了，有了！梦影，赶快先过去看了。啊？嗯，哦哦，死好多人，这么多人哦、啊！屁啦，死太多人了吧？哎、欸，我刚刚哎哎，繁星怎么？我发现繁星。哎、欸，等一下，可是 DC 哦 ，DC 哦，小雨小雨，那边关掉。哎、欸、哎，我刚才在工厂附近才看到繁星哎、欸，我刚也才看到繁星哎、欸，我刚刚离开不久才又。我没看到繁星啊！我你在哪里看到他尸体？我在警察局里面，这个离酒吧很远呢、欸。M A A 姐没到很远。面前，你在警察面前砍下去吗？有人在没有？我是说有人在，是不是在警察面前砍人？我、欸欸哦、那我就先问，请问有加拿大鹅吗？加拿大鹅，我哦，对，阿旺是阿旺是。五十秒，啊、你有进警察局吗？我没有啊。没有，我刚刚跟洛英走过来之后，看到团团。我是从那个酒厂区那边一路往下走的，然后就看到你们。哦，对，我们是从降落区那边。嗯，我自己是完全没有遇到死掉的，然后我绕的方向大概就是酒厂区跟重心，然后还有理发厅这样。就莫名其妙跟阿旺在玩你追我跑，在干嘛？对，我对我追我跑。对啊，很奇怪。团团跟哈基应该是好的，我但是团团有点怪怪的。团团怪怪的啦，团团怪怪的。我天，你错了吗？怪，团团又不是，会不会又是卖地灰贵的啊？有点不是啦，你改卖别人了是不是？不是啊，可是如果这样拍一拍的话，其实就剩下没几个人嘞、欸。你修纱窗吗？还是你这场是修纱窗呢？就土蚂蚁刚是站在我解任务的地方，有待了一阵子，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那这样土司喵刚刚最后在哪里？我最后跟蚂蚁在一起啊，那你有一段时间是不见的呢。我在
在跟另外一坨啊，就是繁星他们那坨、啊，然后一直到那繁星，可是他死了，繁星死掉了耶，繁星死掉了。那你跟繁星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大概在哪个位置？城市中心城镇那边吧。不行，离警察局太近了。警察局太近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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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行啊，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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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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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完蛋了。这边就看有没有投对，如果投对的话就哎 ，no no 有机会进。嗯？为什么弄一票？什么？噔噔，看你很不擅长说谎哦，阿喵。阿喵，你怎么会讲这边？你怎么讲的有点怪怪的？你知道他还问我说你在干嘛、啊？然后我就说我在打老鼠，他就把我刀了。波波才是，波波还说你是不是坏人，然后他一直跟我到警察局，然后就把我刀了，在警察局前。现在大家都这样子，先问。昨天测试在警察面前刀不了人呢、欸，真的假的？对啊，你们直接两个被刀了，你知道那时候我们都在旁边看好戏，我就在想说啊，警察面前他应该刀不死我，啊就啊，我怎么还是死了？我就说这里要双杀，这里要双杀喽！哎呀，哎呀，蚂蚁！哎、出事了！阿王没去看到，你们按啊，他们没看到，他们没看到。哇哇哇！这里失火，他们在先救火。哇哇！现在很危险，现在很危险。尸体在哪？我要来拿一下。哎，团团有机会了，团团有机会，团啊！哎，不是什么，哎、我掉下去了，团团在上。哎，团团这里也可以有。注意。哈？好了。哈基。嘿，是我。你们那边，哦，那个最后的那一瞬间，我听到波波在喊诺音刀，诺音刀，结果诺音没刀下去，所以出来了波波跟诺音，诺音刀，诺音刀，那就先投波吧，对，就这样吧，玩到输，你没刀我，你要等我。哎、欸，等一下，我们分散，等一下我们分散，我们自有办法，我有办法，哎、欸。警察，我们找到诺音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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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刀刀，里面没关，妈呀！诺音刀，我没关到吗？诺音刀，诺音刀，哦，原来是个办法哦，在干嘛？守护天使，哦，微刚哎，好笑，原来这就是出菜默契，被卖了，真的是被卖嘞，最尴尬的画面。不哭不哭，诺音刀，诺音刀，刀啊刀，诺音刀，诺音没事，诺音快刀，说刀的那个人背锅，你刚在 CD 哦，我刚被。就是你刚刚里面两个人，可是我看外面还有一个要过来的，所以很害怕。你没有，我们那边两个刀就结束了，二啊，对啊，对，你们差一刀，差就差一刀。我那么相信你，诺音刀，诺音刀，哇，这个被迷晕了，完了，好爽啊，灭我。我在聊天，我在聊天。我应该说刀就好，我不该出卖。我觉得好好笑，我都讲，我太急了，专业卖对哦。你说刀下去一起刀也可以，对啊，你就一起刀就好了。太精彩了，太精彩了！哦，哎、欸，是那种怎么必赢的，绝对被玩到必输啊！真的，对一刀，对一刀，对一刀，玩波波刀。波波，你有发
现碧莹都有你吗？对啊，哎，好好笑，碧莹还要屁出，对啊，哦哟，我银行还没找到人呢，一脸恶样，不行啊，有人那个警察面前可以刀人太，对啊，为什么啊？太狠了，昨天测试的时候警察面前不能刀哎、欸。我记得是可以的，因为我在那个监狱刀过人，所以要么就是昨天测试刚好是刚刚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没办法按刀。哦，害我躲在前面想说好啊，你有本事来刀我啊，啊就死了。第一场那么一点是直接在警察面前刀掉，而且他们是两只狼在我面前把我堵进去，好狠哦。好啦，那就是这一次呢，就是在额外再拉两个。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啦。哦，对，现在目前就有九个职业齁，啊，如果你真的是没职业，就只能说就是衰。会有三个人没职业。嘿，会有三个人没职业。那再加的一个是秃鹰。秃鹰。秃鹰是中立，也是中立阵营，也是昨天就是之前测试过。那他简单来讲就是他要吃尸体。好哦。那我们之前测试是五个还六个人的时候，秃鹰是吃两个尸体就获胜。六个。哦。六个人的时候是吃两个尸体就获胜。那我不知道人，我们现在人变十二个，他会不会要求要变多，还是一样两个？那总而言之，就是你进去的时候，他会说你是秃鹰，你必须吃几个尸体获胜这样。好。那一场就知道了。他要拼二到四个，他要抢先找到尸体啦。对，他要抢先找到尸体把它吃了这样子。然后。无情。然后，所以就是杀手，就是刀也就是你如果不要让不想让秃鹰那么快就找到尸体，可能也是要稍微拐一下这样。那也想说太多职业了，那这样子杀手很可怜，所以杀手再加一个这个专家的，专家的专家鹅，专家鹅，就是他杀掉之后是不会有尸体出来的这样。哦，人走过去会主动拍的那个，对，但是人走过去案发现场就会直接拍出阿纪嘛。阿静，阿静，好，那就这样子啦。诺音刀完，波波出局。诺音刀。阿卡我阿卡Win 刀，嗨嗨嗨嗨嗨！那你是什么？我就是你要刀我了吗？小雨，我就是那个有人来砍我，你们就会知道我是谁的那个。哦，好，那小雨，我们等一下我们可不可以一起走？我走在你旁边。啊，好喂，那你可以带我去解任务吗？波波是坏鸭。哈？他是坏鸭？他为什么？我是三分之一的其中一员。怎么那么多？我这边就直接遇到三分之二了。对啊，没有，我们这次走了，要相信他。不可以留下。哎、欸，我看到的是哦，四个呢，倒四个哎，对啊，太多了吧？诺音的事情。等一下，我想一下哦。我们我觉得要先问有没有加拿大。哦，加拿大的有是小雨，啊，小雨。然后 ，I'm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Police officer. 我跟团一起从我们刚灭完火，从理发店往左边走，走到酒吧门口吧，好像是。对，然后就看到诺音在那边。然后我其实是很好奇的是，那个时候是我跟伯伯跟小雨一开始很早就在理发厅，然后后来进来的你们有印象有谁吗？除了发发以外，我云月。我站在门口没进去。我在蛮早之前有看到他进那个市长室，欸，市长办公室，然后他出去之后我就没有再遇到他了。那你后来往哪走啊？就往你们那边走，往你们那个理发厅走。
录下进去。那你没有看到，你没有看到诺英的尸体哦？那个时候没有，那时候诺英好像还没死。诺英是专家而杀的，对不对？没有没有，我确定有看到尸体。没有没有，他地上有尸体，地上有尸体。他地上是有尸体，我确定有看到。对，所以他是在那个酒厂那条上街道死的吗？就酒吧门口。酒吧门口，所以其实照理说市长办公室出来应该是会好了，如果有的话，嗯，没有注意看到吧？对啊，哇，太定，怀疑啊。可是我们这边，我觉得其他爸爸可以先好了。对啊，你们其他人有其他护保之类的。可是我有一件事想说，我在市长办公室，因为我被关在里面，然后我就是门不是那时候有关起来嘛，然后我有看到那个繁星从外面经过。你在哪里啊？左边到右边。我在市长办公室，我看你从酒吧往那个理发厅那边走。嗯，我在酒厂往上走呢。对啊，就那边。所以反星右走。没有。我可以问一下，那个最后土司喵是你吗？那时候我看到哈记旁边是你，是不是？我在银行耶，我上面没有人耶。所以我记得是比较浅色的，在广场那里，然后他跟着哈记走，然后就没看到。不能投我就对了。哈、啊？你们没投人啊？怎么会有？为什么要完了？快跑！土司喵杀人啦！土司喵杀人啦！怎么办？土司喵要杀人了！土司喵要杀人了！阿喵，土司喵他们刚刚骗我，我觉得是土司喵。土司喵杀人！土司喵杀人！土司喵！土司喵杀人了！土司喵杀人了！就是土司喵！救命啊！啊！怎么杀完了？内麦爆炸！内麦。刀好，刀好猛哦！这场刀爆哎、欸，厉害！主要是第一天没有钓到人就很亏了，太无情了。钓人的吧？不是，今刚刚麻衣在我面前说你刀我啊，我了，好，而且他在小雨，我刚刚不是在最下面吗？你说他来刀我啊，刀我啊，刀我啊，然后麻衣跟你说刀我啊，刀我啊，就在他面前刀他，啊、你就还好，你没走进来。我做掉了，你把他好想开锁。你是说那时候我在法院也看到阿纪，我原本想说跟他继续玩，然后他在那边说巧克力好乖，巧克力好乖，超级吵，我就想刀了。闭嘴了，阿纪，我的墙角我还出不去，他整个大尖叫。我刚是吃完麻衣，然后一从仓库出来就被雨月砍了。哈哈，你要吃几个？好后悔哦，非常哦，所以四个人多，那蛮多的，看人数，那很难呢。对，那其实不容易。嗯，哦哟，小，你要吃到一半人数才会赢。那这样子是不容易，要赚一点啊，不然这样好，这样他尸体就又少了。对啊，会又少尸体。好吧，感觉不能专家一样，那种不能专家，这样他吃不到。可是就没有专家就克不了加拿大、啊。小雨你好丑，嗯，是我丑，气瓜天秀了。不然就丑成这样，跟那个，不然加拿大拿掉啊，加拿大拿掉啊，哦，也是可以啦，对吧、啊？就变这样啊。那鹅有没有什么、啊？鹅吗？鹅的话就是加拿大有没有别的？看一下，有什么有趣的鹅啊？小雨我们不然，你看刚。鸭鸭也很凶，对啊，那鸭鸭是真的蛮凶啊。不然那个啦，那个，不然就改加个，那个叫什么？我看一下，有鸟眼的鹅，鸟眼鹅，鸟眼鹅，鸟眼鹅，它可以发动技能，然后穿墙看。哦哦，它有透视，它有透视，它有透视，它可以，它有透视，一个范围，穿墙而已，这样。鸟眼鹅就是穿过去的那个范围内都看得到，一个锥形，锥形的，就有点像太阳望远镜那样。嗯，对对对，哦，改成个这样，很低，好像喂，很低，很低级哦。
好的。Bird Watcher。鸟鸟看守者。哎、欸，你长得好像一个日本哪个艺人哦？天哪！像日本喜剧艺人。对对对对对对对。来啦，走了走了。一个凉的瓜香秀，我要钓鱼啊！哎哎。好了，好了，关我啦，关我啦，关他，关我啦，关关关关关关关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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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我啦，关我啦，关他，关他，关我啦。哎，诺音刀，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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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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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CD 一样啊，只是我们刚好三个遇到。对对对，就是我一出来看到尸体，然后我就又死了。CD 以前都没有遇都没有调过，然后它都是20秒。啊，二十秒很快吗？长一点。刚刚时间那么快吗？感觉超快的。刚刚他设定是写20秒呢。对，就是我都没动过这一个啦，那就20秒。只是我在想，就是可能这张图太大了吧，比较大一点。对啊，可能。哦，这张图比较大。不是，刚刚谁？解第二任务。刚刚躺着说关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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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二五三十秒也可以啊，耳猫的时候也都调比较久。耳猫的时候35秒。40都调40。没有，我们刚我们三个刚遇到的瞬间，然后躺着说关我啦关我啦，我们就跟着冲进去这样关，然后开始狂刀。我把我杀了！我开场出生在酒吧，出来看到云月跟吐司喵，我就说：“哎、欸，来喝酒，来喝酒！酒吧我只卖柳橙汁。”然后云月就把我杀了。柳橙汁是关键。没有人喝柳橙汁，没有人喝柳橙汁，是都是柳橙汁，你就被砍了吗？柳橙汁，谁就出事。你要卖个，你要卖个马尔济斯啊，科尔必斯。我要卖，好，我卖马尔济斯。我想问一下，我妹妹内麦有声音吗？有啊，有讲没有？你声音太小了，你声音太小了。你现在用内麦看看啊，你关 DC 用内麦。你讲一下，你没有在讲，你没讲话。哦，有了有了，远了吧？有吗？我听到个啊啊啊！超远的那种。有啦，是有，但很小有，可超小声，可以拉大声音，把你拉大声音。你超像那无线电的声音。你麦克风有抓对歌吗？你看一下，他那个是不是抓到了吗？你上的那边调一下麦克风。上的。你看上的，你知道你刚刚不是在跟我跟雨月抱团的时候，在杀人的时候，你声音小到我们以为是啊，完了被发现了，没有别人的声音被发现了，有人来了。对，那个小蚂蚁的声音小蚂蚁，还是device 那一个。嗯，在最下面的第一个，就是可以往下拉的那个选项。好，你还好吗？还行吗？还行吗？这样，没事没事。这样哦，你怎样？有吗？有找到吗？有吗 ？S 字头，哎，我有开麦吗？有，把你调一百，有比较大。是 A 字头啊。然后差打个岔，那个呼音呢、啊，好像有尸体的时候，它呼音会有箭头，会直接告诉你哪个方向有尸体。哦，好棒哦！好冷哦！好梦哦！对。哪一个啊？这个吗？好冷哦，想穿。还有别的新地图吗？有。啊，它新地图好像就这一张而已。哦。谁漏麦？然后怎么样听到回音？谁的？又是谁漏麦？那个吐司喵。吐司喵的。哦，你。我的。嗯。啊，有了有了，对，他这一次就是新增这一张，然后上一次万圣节好像就是那一张大屋，
大的。啊，想说等一下那个这个看这场完之后，看要不要玩那个啊，就测试那个吸血鬼吸血鬼模式。好啊，吸血鬼模式、啊哦、很好玩哦。那个很好玩，很刺激的哦。哎、哦，来 ，Go Go Go Go， 诺音诺音 ，Go Go。不要再吃了！刀，诺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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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诺音诺音。柳橙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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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橙汁。干嘛？老鼠，哦，这超可以。你刚刚连续当鬼有没有很累啊？真的蛮累的。啊、你娘的嘞！拜拜了，我是觉得云月真的很累了啊啊，丁根，谁死了？谁死了？哪尼团团吗？繁星不是团团，是倒的，倒的。我们在那个仓库那里，然后那边失火、嗯欸，然后有我，刚还有谁？小雨的声音，什么？还有吐司喵，车轮顶了。然后麻衣刚刚也在附近，啊啊，还有其他人就不确定，因为他那个整个失火。我们刚刚在上面，我在弄解释长办公室的时候，是跟允月、还有波波、还有谁啊？我还有一个人啊，对，阿纪火灭的，这铁在哪里啊？我？那我觉得可能是阿纪吧，我觉得阿纪可以，因为他开场的时候在那边什么柳橙汁、柳橙汁，我觉得应该是他。是柳橙汁的就先怪怪的。我之前感觉能保只有阿王哎、欸。因为我们刚刚在上面解任务啊，对啊，我们、哦、还有巧克力，其他的都危险呢、欸。可是还是吐司喵。我刚刚跟我们三个人在唱歌，然后哪三个？哪三个？发发、团团跟我。可是团团怎么？那个是在更久之前的那？那不是很前面的吗？对，没有，我们到失火前都是在一起的。啊？啊，他不就倒了？啊、倒了，倒了，倒了。我去尿尿。然后就很难拍了。爸爸也在仓库吗？在喷火。在淋尿尿。你是喷火的。在提火胶。如果你很奇怪。你是提油胶。你是怪怪的。怪的。是不是你当团团的？你是喷火。还是可能是加拿大的啊？什么加拿大的？什么加拿大？对，加拿大。哎，没有加拿大了吧？还是有。加拿大拿掉了吧？加拿大拿掉了。哦，加拿大拿掉了。你为什么要在那边抹面？不要标边很怪哦。我这边只觉得蚂蚁可能是好。我偷窥你洗澡了，你小心点。
好，你先把它写好不好？看下一天票，波波。那个一票都送他进去啊！不要票我了。为什么？哎、十秒，你聊，你聊爆啦！你没有关麦，你没有关麦，聊爆啦！是谁啊？啊？喂，来了！我刚刚在灭火啊！这是小雨啊，他栽赃给你啊！小雨，我跟你讲，你刚刚应该如果不要多讲话，说不定他们就会盘到小雨了，有没有？就是在灭火啊，然后对不起，没办法啊，你的位置就是很尴尬啊，对，你的位置真的太尴尬了，所以你吃刀是不是不可能？你知道我刚刚就在那个市政厅银行，跟允月说，允月你刚刚连续当狼会不会很累啊？然后他到了瞬间说，对啊，蛮累的，太好笑了吧？当狼几率太高了吧？对啊，那种尸体了，他也不拍桌，他快快的，他快快的，不是我看到尸体的哦，快不是啊，我每次大家叫脱兵就跑来我身上蹭啊，哎呦，你怪怪的，你说这里有尸体，然后你还没有按下去，然后才有，你是不是说这里要有尸体了？这里要有尸体了，你是不是怪怪的？很奇怪，这里要有尸体，你这是怪怪的嘛？我觉得这指责很奇怪。而且我们刚刚我跟 Bobo、麻衣、小雨、四天王在右边解任务哦，我们才过来的哦。对，跟妈妈在前面的哦，你怪怪哦。麻衣、小雨，而且你们在哪里？你们在哪里发现尸体的？仓库那边。对，等一下，仓库。你们刚才追我的时候不是？我觉得应该不是哈记，因为我跟哈记在酒厂那边有碰到面，然后我任务是要往下到降落区那边。我觉得是发发，因为我们往下就是发发。为什么？而且我追我的时候，发发从下面走上来。哇，发发从对我有看到发发从下面走上来。你刚刚没看到尸体吗？我没办法。我不知道。还是发发是嘟嘟？还是？哎呀，他是嘟嘟，所以故意在那里。啊，可是对不起，我点下去了。那边有谁？啊，我哇，感觉比较像嘟嘟，那也来不及了。因为我刚点下去了，来不及。啊，那感觉应该也是他的刀吧？有可能他刀。他的反应感觉比较像丫丫。工程师，喂，这是嘟嘟吧？要么丫，要么嘟嘟。哇，好像真的是工程师。哇哇，他是嘟嘟。好狠，你是嘟嘟的啦！好狠。阿基做球哎！哈哈哈哈哈！阿基，好惨哦！阿基，我说很差，内麦，哪样？内麦。Oh my god！ 我刚追往下走的时候，有内麦。那好可怜，我这边是关的呢。好米呀！好的，那是丫丫。对啊，我们是丫丫。好可惜哦，就差一点点。对啊，我们那么好，可恶！我还问允月当狼累不累，他把我刀了。我刚想好累哦，然后就刀了。爸爸最后那个操作。不管了对啊，我还差点要去弄铃铛了。各种造谣，太强了，好刺哦！而且你知道第一次那个团死掉那边，然后土司喵不是出来讲话吗？其实他好像是他是然后可是我想说他应该会脏我吧，结果他没有脏我，结果他反而脏自己，我觉得他不小心泼到自己水，我觉得好笑。他说喷火，鹅的喷火，
我刚在喷火呢。五十秒。他刚刚不是在救火吗？对啊，可是你说你在喷火。你刚说在灭火。你刚说在灭火，对。喷火，我说我在喷火。你有救火，第一。你说你在喷火。你太紧张了。是我啦，是我啦，是我啦。好扯哦。太扯了。那我先走了。哎呦，都有听到你们声音，都觉得很安心。安心不会死，是不是？这张图感觉真的好容易，一开始第一次拍就一堆的挂掉，好可怕。你在刚讲说四天王在解任务，四天王两个内鬼，哇！哇！四天王两个内鬼，而且还好那个时候是你们夺，不然你们两个就死。那你们有刀？你们哦，你们刀完才过来解任务哦。啊，没有，那不是我刀，那是影月刀的吧？对啊，那是影月刀。对啊，是影月刀。我在旁边看了一个出去了。对啊，还好我在旁边狂喊你们四个人的名字，不然旁边死了，我就翻刀了。我要开场 CD 很久啊，超久的。出生在小干嘛？吸血鬼。好啊，那我们就换开一个，要重开。好。好的。要按 menu 哦，不要按错哦，不要按到直接关。整个离开哦，有那个左下角那个 living room， 左下角。哎，对，这是左下角，没错。对啊，大喊一点，左下角。画面很乱，是不是巧克力哈？画面很乱，画面很乱。弄一刀，不要再刀了吧。那也没刀了，那也没有刀了。弄一刀，所以没有刀。四天王两个是鸭鸭，你说两只鹅啊？好鸭鸭，想说养一下，对啊，原来是被圈养的鹅。想说养一下，如果有人落单了，我们就要开刀了。对呀、啊，来想说。刚那一场如果没有头发发，我们就要大杀特杀了。真的好，我们那么好，太猛了，我真的感觉超好，都是骗局。已经有八六五六了，八六八五七八五七，噔噔噔噔，啊这个。大家都进来在讲嘛，看一下，哦，都进来了啊、哦！吸血鬼模式啊，非常简单。我们这之中会有一个人是吸血鬼，他要想办法，要在时限之内把大家全部都变成就是仆从。对，什么从？对，仆从。他的仆人，他的仆人。仆人哦，对对对对对。然后他要怎么变呢？就是呢，就其实跟刀人的方式一样，就是去刀他，然后只是就变成是他会是延迟性，就你如果被弄到的话，你过没多久你就会倒地变成尸体，变尸块，然后再过一下下就会转变，你就会变成就是仆从的样子，原地复活，原地复活，对，然后人要怎么获胜呢？人就是要想办法把真正的吸血鬼就是跳出去，哦，哎。那个人的话是可以用那个反击那个那些仆从，就是被变身的人。左下角会有个叉子，可以插回去。仆从是看得出来还是仆从还是都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看得出来。只有吸血鬼本体看不出来。嗯，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就是是不是没办法拍尸体，是只能拉铃铛，对不对？对啊，对啊，昨天是之前是这样，没错啊，对啊。是嗯、那会不会去守铃铛啊？的时候可以拍吗？不行。好，然后呢，它里面其实也有那个，里面其实也有任务。那这个可能是要多玩几场才可能试看是不是这样。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刚开始试的时候，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没解多少任务是没办法按铃，所以不知道那个铃铛是不是要解完任务才按铃。哦，有解就可以按，然后再跳。对，这可能等一下可能大家帮忙测，就是帮忙看一下。啊、吸血鬼是几只啊？一只就一只，一只就一只。Only one， 慢慢变多。没错。然后我没记错，仆从是不是也可以感染的？还是不行？可以啊。对，仆从也可以去咬人。可以啊，因为我昨天就那个啊，毒你，你忘记吗？对，所以是可以反从这样，但是吸血鬼就是跟大家长得一模一样。嗯。然后， okay. 然后仆从的视野是跟阿曼尔斯视野缩到最小，就是关灯任务。然后只是他的眼前也是一个锥状。
所以视野是很小的。哦，等级是怎样？是把普通给杀了？左下角会有个叉子。但是他杀掉之后，后面都是还是复活。对，就是还是会复活。哦，挡一下这样而已。那好像有特别写说仆从只能跟仆从沟通，嗯，就是还是虚伪哦啊，内麦的时候就有点像幽灵的状态啊，好了解。然后如果就是吸血鬼赢的话，那仆从又跟着胜利这样，对，所以可能是大家都会胜利这样子，不赢就加入，对对对对，不赢就加入的，加入。那个反击是有 CD 的吗？有，我记得有，但是还蛮好看。我想一直反一直反一直反啊！哦，反击有 CD， 有，好像会比他火的时候还要再久一点点。那昨天测试是这样，反击完赶快跑啊 ！Let's go！ 嗯，玩的就是这，啊，这张地图就是那个大宅啊，我说这样子比较应景，大宅，好，对，图书馆嘛，图书馆，好 ，go go。准备，图书馆集合。阿静，阿静，你没准备，打不赢就加入。危险图书馆，诺英不要吃了，咬我，咬我，咬你，咬你，吸我的血，我是不是立着？记得关麦，诺英。哦，哎，你是不是小坏坏？我咬。你是吗？我不是啊，你要加入吗？我们去找，没事坏坏，打不赢就加入，没事，我可以加入，吸我吸我，贼我也要加入，吸我吸我，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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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了，好好这边吸，刚刚有谁进过哈基？我想一下，嗯，阿旺有进过哈基吗？阿旺吗？阿旺吗？我要解任务才可以敲铃铛。诺言是谁？是谁？哎、欸，有这里有尸体耶，有尸体。不是不是，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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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他砍他砍他！我砍他我砍他！就是我你砍他。很好，赌他复活就砍他，复活砍他。真的哦，哎、欸，他这边柳橙汁嘛，这边柳橙汁嘛，复活啊你。谁是谁？复活啊，有种复活、啊。哎、欸，我按到了，白痴哦、喔，哎、欸，换人。我砍。哎有我砍。我也是这样。哦，应该还不是。你要变僵尸？我来。喂，哇，还不他很凶，他很凶。变更多了，更多了，撤。哎呀，那边左边很多鬼，左边很多鬼了。哎呦，哦，左边有僵尸。可是我要解任务，我在这里。啊，小雨。反击他。反击他。小雨，你解，我们反击。现在只有一只是不是？哦，两只，还有诺音。三只，下面有三只。我多，他要起来。哇！快！我去解任务。干弹钢琴。恐怖。所以现在是。哈基诺音是那个，嗯，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对啊，他们说还有一个。哎呦，哦，来了吗？哎、欸，好多鬼。好。啊！是谁？哇，嗨，你这没吃东西哦？那你还好吗？Hello， 你有讲话吗？嗨、欸，看到吗？哎、欸，怎样了？啊，我刚刚说我没干嘛。哦。人嘞？喂他。人嘞？被逃过了。啊！外面呢？找出他来不？音乐，音乐在哪里？我刚刚去拍桌，没办法拍，他写次数零，应该是次数。音乐是在图书馆。
啊，没有找到呀、啊。慢慢，你的最后在哪？对啊，雨月你最后在哪里？我那关是关的嘞。吐司喵，吐司喵。好像刚那个最后结算会那个声音还会在。嗯，雨月你最后在哪？没开麦。没开麦。没开麦。我在图书馆上面啦、啊。哦，他正在这里。我误会了，你知道那时候我有看到允月，我倒的时候，然后我以为他是那个 vampire， 原来下面有个英文，我看错了。哇，这是阿木演呢，是有一个僵尸来的，快走，快走。我倒的时候是没有任何动作的，就是偷偷的，就是偷偷的。我刚刚去按铃，然后他显示没次数哎。杜斯任务完成的不多。这是大家集结的任务吗？应该是吧，是所有人的任务数吧，可能。因为我刚刚后来做任务好像比较少。有，我刚刚有在做任务。他在鞭尸。对，我们图书馆一堆人在鞭尸。我自从看到哈基的尸体之后，我就直接往那个图书馆旁边的楼梯走上去，然后在那左上角。我那时候有看到，我还想说他是我们的吸血鬼王。我在上面看着大家那边真真当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去，我好可怕，我下面看不到，看不到。更多人呢？天哪！刚刚来不及啊！你知道一大堆尖叫声吗？对，你刚刚叫超大声的。不是，走到哪里都遇到僵尸、欸。最后一堆，我觉得也不要鞭尸，鞭尸感觉好危险哦。你这鞭尸都站不起来啊，要手先去上厕所。没有，不要鞭尸就是一起来要比手速先按。对，比手速。对对对。我那刚没了，要按什么东西，完全看不到按钮，那种就自己又不见了。空格键。空格。我刚刚就是因为你一直输没差，你只要赢一次就赢了。对，因为我刚刚就是赌巧克力，哎、欸，到了。我就赢了两次，然后第三次输，然后就哇！对啊，你巧克力咬了我，之后还说我咬到了。我这边说一下，他刚才剩下最后一个的时候，他好像有倒数，然后叫我往左边还是哪边跑？那是我开那个，他就跟那个杀手一样有破坏的东西。哦，要去接东西。反正最剩下最后一个人的时候，就是他就叫你赶快，就是系统会叫你赶快跑，就是你不要被追到这样子，撑过时间就好。哦，撑过时间就好。嗯，刚最后二十秒，大概也有加速。对，他有跳一个什么赶快跑，然后要躲之类的。嗯，好笑，恐怖哦，好棒啊！偷偷咬，好笑，偷偷咬很哦。可吸血鬼在跟我演，这哈基是被谁咬的？就阿旺吧，阿旺吸血鬼，吸血鬼，他第一口。我前面跟团团讲话，然后偷咬一口就走掉了。好扯，左边是团团讲话，右边咬哈基，好笨哦。哦，开心。太过分了。Ready， 蚂蚁，刚咬到床单才对啊。啊！快的吧，快！哦，这次还蛮快可以拍的耶、哦，对，谁拍的？谁拍的？不知道。我解任务，我在解任务，做任务吧。我在解任务啊。蚂蚁已经变了。谁有经过蚂蚁？对，是。谁会知道？阿纪年那麦。谁拍的？谁拍的？不知道是谁拍的？谁摇铃的？在餐厅上面的那个铃是谁？对。还是餐厅任务解到会自己开麦吗？Hello， 蚂蚁，蚂蚁死了、啊，蚂蚁死不能开啊！录音吐司喵有吗？好、哦、抱歉，没有，那没有，没有。哦，是他摇下去的瞬间。哎、欸，等一下没时间投票了，哇哇哇哇，随便投一个，波波。
好不好？搞我是怎样？啊，来不及！哎、欸，观众说会自动拍啦，观众说任务解完会自动拍。哦，任务解完自动拍，这么酷！太棒了！啊，怎么又是弹钢琴？拉长耳朵，提高警觉，身体细胞。没有，弹完了。看完了。哎、欸，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爸爸有问题，爸爸那边有问题，小心爸爸有问题哦。死人了，死人了，捡任务，死人了，死人了，死人了，死人好像是土司喵食，哎呦！哎，繁星，哎，好多人哦，不是吧？等一下，包包有问题，包包有问题，包包有问题。我没有内麦啊，不是，我没有。啊，没事，我没有内麦啊。我刚刚跟他基本上都在。来来来，我讲一下。包包有问题，包包有问题。姐，你先解释一下好了，为什么？因为我刚跟爸爸合唱的时候，Bobo有经过我们旁边，然后突然就看到土司喵尸体爆炸了。没有，可是那很久了。那你怎么还活着？不是问题，说土司喵跟我又没经过。好，因为这句话我觉得可以、啊。哪一句话？哪一句话？你怎么还活着？不行啊！不是因为我跟繁星在一起了，哦，你又爆狼了，我没有爆内麦啊，不是，因为还好爸爸有跟我合唱，没有，因为爸爸有跟我合唱，就你，哦，而且刚刚，你说重点是刚刚爸爸旁，我跟爸爸在那边，忽然间旁边一堆。你怎么还没死？哎、欸，不是、欸，超搞笑。No， 我当吸血鬼，我就疯狂拍桌，然后刚刚是没有拍桌，没有，因为你们还来不及解任务啦。刚刚没有解任务、啊，刚刚在那个手撕啊，这场就没有啦。大家会玩就会玩了，太危险了。你差点第一天就跳走了、欸，我要去躲角落了。你那时候跟爸爸在那边弄任务，然后忽然间旁边两三只，吓死人。那吸血鬼好像可以躲在建那个场景里面，他不是建好像可以藏躲藏。你说柜子里哦、喔，衣柜吧？对，应该是有衣柜可以躲吧？有点好笑。对啊，你差点第一轮就出去了哎、欸。对啊，好可惜哦、喔。怎么还没死啊？这才是最速场哎、欸！我们的心要坚定一点。好笑，是，你怎么还没死？我刚又没有经过，我没有看到内麦啊。不是，你知道我刚刚我就觉得哦不行了，我怎么这边我还在那边讲说，哎、欸，我去吧，我的吸血鬼大军，我马上就拍桌，哭。把我的吸血鬼大军呐、啊。我刚刚就跟，就是他自己看到一大堆想要玩的，我们要赶快上开做任务，太恐怖了。对，我刚看到尸体，我在到处喊说，快点死人了，做任务，死人了，做任务。我在图书房跟庭院完全没有遇到僵尸呢。哦，里面可精彩的，我跟你说，里面一大堆哦。很多僵尸。哇，那第一天就只有蚂蚁一个而已。对，對直接爆炸、欸，爆炸。蚂蚁直接把我砍了。这个是病毒的恐怖啊！要死！走开了吗？因为你好丑吧？打死！好丑！你好坏哦！坏哦 ！No！ 这样这样就可以杀了，是吧？活该！你又再次践踏了我的信任，真的！好可恶！哭了，哭了 ！No in no in！ 也好好笑，走了走了走了走！太难了，这个一场好快哦！对啊，弄一刀，弄一刀，不要刀我啦，不要刀，刀我啦，不要，
花盆要干嘛？剪它，剪毛，剪毛。可以重复接哦。哦。这个要干嘛？保护。那还有谁经过花花？花花死人吗？爸爸刚刚是在外面，刚刚爸爸是在外面，爸爸死了，是不是？我这边有任务，这边有任务，我这边有任务，保护我一下。小雨有可能哦，小雨没有，小雨不可能。小雨，小雨刚刚他说任务怎么解？是谁的？那个发发的，发发的。可是鬼也可以做任务嘛？哦，好吧。他们可以看到，睡睡睡睡。白色，快点快点做任务！我跟发发battle。好，我跟诺英包奖好吧？是我的话，你们早就跟着摇了。啊，对。哇，我做了，做了，做了。好了，做完了。快走啊，白痴！你在干嘛？这边是怎么回事？我不能跟他死，我不能，我要跟他死，我要跟他死。那边一堆啊！快跑！不要跟他死，走了吧。我的，这样是你吗？我的盐酥鸡差点噎到啊！我是什么？像是谁啦？来了来了！团团死在我面前！哎呦！这是谁？啊谁？团团那边有两块那个，有两块肉块。团团那边有两块肉块。三十秒。刚看到。我跟小雨。我跟波图斯喵一起。最后在中间餐厅。我是跟，我有看到繁星，就是我在那个左，是左厢房哦，我看到两个肉块。左厢房，我在图书房哎。要投了，是要投啊，要投啊，在哪里？要投谁？要投谁？不知道。我看到两块肉。报名，选一个。随便投，随便投。随便投啊！你为什么投我啦？太快了，没挑到时间。太快了啦！太快了，我没得谈了。小雨，我们可以走一起哈。嗯。安全！啊！快跑！我想解任务啊！我们往右边，我也想解的。走，我们有两个可以。啊！我看，我等一下。他是没看到我啊。他其实好像看不太到，他视野很差，视野很差。来了来了来了！救命！快跑！快跑！完了，音乐有问题。不行，不行，哪里啊？老人啊！亚洲位在哪里？哦，有了，有了，啊有哎！一起我死，又死啊！我真难，我死你！阿王，我超挺你，阿王，赚啦！我帮你咬了三四个人。赚刚好就咬到团团，哦，我是这样反进去的，然后就是狂点。啊，我是坏蛋。我前面咬了几个村民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村民了。没有村民了。对啊，你前面咬都是那个吸血鬼干部了。老鼠会，老鼠会。老鼠会，好危险哦。这是很危险呢。他是不是咬到四天王了？这玩好大呀！
这个讨论时间要久一点哦。可是这个好难哦，它有办法调？调吗？能固定的吧？对，它是固定的。哦，好快哦！那这个要怎么办啊？真的是随便躲哎。那个讲话要很简短，没办法，简短。对，觉得谁可疑就票了。对。票错就算了，对，反正就票。对啊，弃票了，大家就投吧。哎、欸，是几秒后感染啊？我没有，我不知道哎、欸，五秒还是15？五秒哦，好，大概五秒。如果投错的话，那个人会变直接变僵尸吗？不知道，应该也是，欸、应该会吧，不然就只能隔天僵尸隔天也是随机。那等下票宝宝看看。好啊，哭了啦，哭啦，他要哭了。没有，我们等一下也就看状况了，不晓得会票谁啊？嗯，自由新政啊，自由新政。你看起来很有答案哦。误会，误会，误会，肯定误会。小雨麦，刚的。名字疯狂做任务票不哎呦群聚感染哎呦要求我啊我要死啊我要死啊哎呦要求我啊死人的声音听到了那你还离我那么近你声音好小，你怎么了？是繁星，怎么了？干嘛？繁星，你刚是不是咬人还是多音？我咬谁？小心！我咬谁？他怎么一直有一个咔的声音？没有，就是有人死掉被插的声音啊。谁？哦，谁是谁？谁有没有觉得多音？谁啊？不是宝宝，不是我。我感觉我在那个中间门厅看到发内麦，内麦。哦，我关了。阿发跟哈基哦，对，阿发跟哈基都在。诺英应该不会是哦，因为我刚刚跟他独处有十秒以上。站一只吐司喵，对，吐司喵那个右厢房那边，然后我过来告诉你旁边死人了，他才跑走。他自己原本在图书馆哦，我不知道他其实他们如果这样子的话，那吐司喵很可疑啊。我在找指纹啊，我这边可以为算是小宝、诺英、繁星跟他小雨。好，吐司喵投了，没办法，没时间了，时间不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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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没有解释的机会，好可怜，没有办法哦，总得有人出局，有偷鸡鸟获胜。完了，快结任务，没有了，投错人了，投。啊！爸爸，不要过来！爸爸来了，快跑！那爸爸早就走了，不是吗？好可怕哦！哦，我守护你们！怎么？为什么？跑了！跑了！跑！欢迎光临！呱呱！喂，好，那个我直接先讲，因为你选中过，但是呢，我刚刚错那个人是吸血鬼，所以还看到四块在那边，就这样。内麦，我朋友内麦哦。内麦。拍谁？对。所以就是，我想说他怎么有个四块，我就赶快跑掉了。真的是吸血鬼那些，我在保护你嘛。我刚不是说我要保护你们，因为吸血鬼来了。哎，好，所以我，可是我刚刚跟诺伊一起哎。我觉得是允月耶，没有，不是允月，因为刚刚我跟允月跟繁星在一起，繁星因为我刚那个阿翁死了呢，在我旁边，然后就死掉了，我真的觉得是允月，然后允月就走过来了。我也觉得是允月，因为我正常没看到他。我跑掉了，我刚躲在角落啊。我好强哦。嗯。啊，我懂一票。你懂一。
刚刚两个、哦。啊，刚刚没有啊！哦，你刚刚中乖哦，猛哥猛哥，我完全都以为你是好的。本团内麦，哎我不是这段时间内会都会开好内麦内麦内麦，他那个票选的时候，好我刚刚想说你一开始是说什么，因为你内麦其实也都没听清楚。啊，没有啦，我刚没有没有，前面你们遇到我都音乐装乖，音乐装乖，没有，最一开始刚刚一投票一进去，你不是说你觉得是谁？没有啊，我那个什么，我是说就是隐约可能会觉得是我啊，但是不是我，因为我刚刚帮他保护他们，我戳吸血鬼这样，哦，对对对，哎，戳那个蒲虫啊，对吧，啊？就我还想说隐约说不定有可能会逃过一劫，差一点点。然后隐约经过巴巴还没死，晚一点再来摇铃的话，波波也会变。哦，对，波波已经被咬了。对，那我想说，阿旺不见了，不行了，我觉得我要死了。然后看到允月，允月怎么没死啊？是允月。允月，你允月，你漏说一个关键，Bobo怎么还活着？应该第一个先找出的啊。跟Bobo在解任务的时候，他就在旁边，然后你叫我要保你，我按着戳的时候，我就已经死了。哦，你是杀掉，我是杀掉阿旺的，对。哦，你是，那是你杀掉阿旺的。我就看到阿基都在躲角落，超险，超阴险。好屌啊！有人突然过来呀，我就看到那个，我就然后不去了，不去了。这个怪呀！我是一切源头的替死鬼。哈哈哈哈哈！可是你真的站在旁边来还死两个人痛苦？对啊，我在烧纸，我很真心，然后你喊又快，然后我就快掉窗口了。所以刚刚土司喵真的是那个嘛，变成蒲虫嘛？对啊，啊，也会变蒲虫，也会变蒲虫啊，好恐怖哦，吓死了。嗯，结果还是逃不掉，我还是被发发看的。阿旺，阿旺要么就是直接是鬼王啊，要么就是，要么就直接死了。对啊，我是第一个先死，而且我看到别人站在我旁边，就觉得啊完了，要变成真的，我一看到别人旁边就完了。我一开始站发旁边，他就是你是吸鬼吗？是这个吗？对啊，我咬你了。我就咬你声音呢，我说你是不是咬我的？哦，那我就死了。哦，别忘了。好绝望，好了，走，欢迎土司喵 Go， 好，笑死，太难了这个游戏。好想试看蒲虫是怎样啊！关麦啦！什么？救我！看不到任务哦，这样子哦。不是也太多人了，死这么多人，太多了吧？太快了吧？我是觉得雨月应该不是，没有，我繁星应该是繁星。我刚刚看到啊，发发啊，哼，发发刚刚有跟繁星走，在走廊那边。厨房出去的走廊，我不知道，看到的人都死光了。那一阵跟凡在一起，我跟你讲哦，你刚刚不是我刚刚不是尾随巧克力吗？因为巧克力看不到屁，巧克力看不到屁股后面，有吧？不知道，有没有？不是我，不是我，巧克力刚刚不是尾随巧克力吗？
嗯，然后因为巧克力看到屁股才一直尾随他，干嘛你都投我？我不知道，我不随便投。哦好，报名报名，因为时间要来不及了。哎、欸、不，输两票，爸爸输两票。我会来抓你们的，我一个一个记住了。哎，反应找人哦。啊！票我的。我记住你了，爸爸。是诺英啊，傻眼。碎，傻眼，诺英刀，当贼。碎的，最后一刀又是我的。终于，这个游戏坏掉了，完了。三刀还是四刀？坏掉了。小说，巧第一个，等一下，巧第一个在我面前，然后他说他要努力的活下去当人，我说好。然后我就被刀了，他就被刀了。好，姐咬一下。哈哈哈哈哈！你咬我，咬我，努力呢，不是？不是，还讲到一半，我要努力。小雨，两个，然后我就当优秀的干部，咬了三四个。还咬了，是啊，这组到处都是僵尸啊。然后繁星没有被投出去，还是会变僵尸。嗯，已经被咬了，是已经咬下去了。你那么狠哦！我跟后排的对话只剩下啊，每个转头都有人，每个转头都有人呢、欸，多狠啊！通气，疯狂通气。哎呦，我刚是不是也是转角直接吃肉团团？我刚刚想要先刺，来不及，可恶！真的刺你，必须距离抓得很好。对，硬哦，这是。录音准备。啊！刚我还跟马一绕圈圈。我觉得你们是僵尸毒我，上下还是抓到你了。我就不动，我就不动，来咬我。好，我咬。那我要打老鼠。哦，我就不动，来，老鼠。哎呦！不要咬我！什么东西？啊！你死了！没有说不要咬我。你死了！操！巧克力来了！巧克力是鬼吗？不是，他变僵尸了！我觉得他只想变僵尸哎，怎么办啊？怎么办？他只想……啊！不要！我被杀掉了！白痴！碎！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谁？觉得是谁？这个量有点多哎、欸。我觉得不是哈记。我有看到巧克力杀了吐司喵啦。我先看到巧克力，他是僵尸啊！对啊，我能保小雨，我能保小雨。哦，我就只告你们。我刚刚跟繁星，繁星怎么没有？我觉得团团哈记跟允月是 OK 的。你知道刚刚麻衣一直在吐司喵，一直两个走一起，然后就说不要动我，不要进我，
这样。发发发发，也安全。头蚂蚁，我觉得是蚂蚁。哈哈哈哈哈哈！报名报名。这个游戏追逐战就是很危险。我要变僵尸了吗，各位？你要成为僵尸的？我要成为僵尸王了。好多票、喔，走吧，二加一，二加一喽，二加一。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死神了，我遇过的人大家都死。最强干部场不是你，就是你的，就是你的。蚂蚁没关系啦，蚂蚁加入了，加入了，加入了。小雨在左下，小雨在左下，有没有人支援？支援。欢迎光临！哎，还有一只嘞，还有一个，敢跑？哎呀，还敢逃？哦，二加一，三加一，四加一，哦，最强干部，太蠢了！不要再把我招干部了。不是，我第一个遇到你哦，你一直在那边。哎、欸，我咬了四个，然后蚂蚁某方面也是被我们弄的。我跟你们讲，我跟你们蚂蚁附近的土司喵跟繁星都被我咬了。我躲在树后面，小猪你看不到我。我看得到，我的爱心看着你。我因为怎么都挑可以当干部啊，太强了。我不行啊。不是，你们一定要听我跟阿旺刚刚超白痴。刚刚就我跟阿旺两个走在下面，然后呢，之后阿旺就说：“哎、嗯，刚、欸、刚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应该遇到，就小雨应该不是吧？对吧？”他就在跟我讲，然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咬他，我说：“嗯，对啊，小雨应该不是。”然后他就在跟我盘说：“那目前这样看起来应该会是。”应该会是，应该会是，好狠！没错，就是两只僵尸在我旁边呢，我大傻眼。我以为是 Bobo 哎、欸、，Bobo 一直跟着我，我觉得超可怕。不是，那时候我来不及开麦，你知道我后面有两只僵尸在追我，我在追他，我狂追他，狂追猛追。不是我开场都跟僵尸在一起。所以每次遇到的第一批人都一定会有吸血鬼，好可怕、啊！我直接被马凯掉说：“哎，捅我啊！”情面，情面。我觉得躲很好啊，还是躲下来看它会不一样。哦，对呢，有 ID 哦，白痴啊，有 ID 啦。波波吗？是波波吗？哦，哎，在哪？我死了，就是穿凯莉的，我死了。金爸爸呢？死了，算了啊，死了。哎，王哥。啊。哦，要烧掉、哦，好的。不是哎、欸，不是诺伊，是不是你？阿翁是不是你？不是我，不是你吗？阿爸说是波波哎，不是我，不是我。可是我看到我妈妈旁边那个，我先跟你讲，他死了不可能那么快啊。等等，诺伊遗言是死的是巧克力哎、欸，啊？因为刚刚诺伊跟巧克力在一起，很前面，可是最后是你哎、欸，而且在那之前，发也有经过。
哎呦，有经过巧克力，哎呦，哎呦，我没有见过。我先想一下，我经过是你养他自己。我更早之前有经过爸爸，没关系啊，爸爸那时候也在。那你去当干部啦。那时候是我帮忙挡刀，爸爸那时候。你去当干部，你去当干部，你去当干部。是我已经变。那感觉是繁星哦，你们要小心。你去当干部，加油。好，繁星我咬定了，繁星你们要小心，是繁星。我的。好好。真的吗？是他开场氧化剂，对吗？不是，有听到诺英的遗言啦。诺英干嘛？上干部，我就是上干部。那又不是不妥协坏人吗？我都帮你，你都不帮我。去当干部，去当干部，缺人，缺人。我都帮你了，最强干部。完，你之后我来不及救你。哎，你知道这代表什么吗？你不适合当老板。倒了就是我的队友。你不适合当老板，你适合当干部。屈多爷。那你开场氧化剂哦。没有哎、欸，是不是？刚刚开场没有咬人，超级混乱。刚刚他就是站在上面说：“快咬啊咬啊咬！”然后就突然好像两三个惨叫声，我就把把。就我绕一圈过去，然后在那边随便，因为很多人，我就随便咬一个。是你咬我没错啦，是你咬我咬的，但是是后来绕一圈之后才去咬，而且那边很多人，我也不知道我咬的是谁。然后我就跟他看到他爆炸，然后就快。他脸就团了嘞，就走。爸爸这边说是波波，然后我就说好，我帮忙，我帮忙。差一点点。然后因为那时候是我跟诺英、爸爸三个人在，所以我才敢咬。嗯，欺负就后怕。而且铃铛前我已经要准备变了。哦。对，所以我常说，奇怪，完蛋了，就我进去还是人类。哦，你已经变蜥块了，是不是？我已经快要了，我已经那动画跳出来了，回转，及时哦，回转回转，对，超可怕的，只能当干部，当王只能当干部，最后一场，好的，在 ，Hello， 哎，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不是上面爸爸的尸体， alone, 上面爸爸的尸体，快跑，快跑！啊，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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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基，哈基一直靠近我们，哈基很可怕。哈基吗？那赶快结任务，赶快拔票出去。要出，要出。啊，任务要打老鼠，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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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是不是坏坏？快跑，快跑！哈基是鬼王，繁星哈基鬼王，好好好好好，是不是诺英？爸爸刚是诺英，哈基是鬼王，哈基死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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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波波，我跟波波从头到尾都走在旁边。刚刚繁星经过我好几次，然后也没，我也没这，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CD 还没好了。旁边有那个鬼，然后哈基在那边一直在跟他聊天，他在这边说咬我咬我咬我，然后我过去把那个鬼给刀了就上去，然后我就觉得感觉是哈基是那个人拍的，赶快跟繁星讲，可是其他不知道。我觉得刚巧克力咬你吗？所以他应该是被那个人咬了，然后我是刀，我刀的是那个。影院很安静，影院很安静。啊，我怎么还活着？瞬间呢、欸，瞬间呢、欸。我怎么还活着？我是因为来不及了，你知道吗？我要平票。
怎么平票？这怎么会叫平票啊？这怎么完了？那怎么啊？怎么平成这样？又是音乐是不是？眼光还有满千手法，喜欢的可以推到看视频看哦。我死了啦！你在等什么啦？快去找人啦！我来欢迎你。我在那堵人呐、啊。会从屁股来的。啊！居然是巧克力，我的天！哦，好险，粉丝没刀到，好险，好。你在哪？钓鱼池。我在池塘的边边。刚刚繁星有进来了，繁星有进来了，吓死我了。字也不够啊，你看在转角。差一点哦，亏我演了那么久。合理哦。无疑呢，相信你哦。边哭边逃边咬啊，很累啊。好恐怖！然后刚刚那个超过分，我说咬我咬我，然后发发就是变鬼，然后在旁边完全不咬我。快点咬我！我一直知道你要叫我咬咬的，我不要，我就是看着你。看着你不咬，你一定不会看到。拜托你咬我！然后最后是我咬哈基，是你咬哈基的，天哪！哎呦，就差一个团啊！得气嘞！好啦，这个数字更新你看上面好恐怖哦，今天又死了一万多只鸡，一万三的。对，我们刚刚进来看来4000多哎，好恐怖、啊！又死了一万多。我觉得这个搞不好很多都是那个哎，都是因为吸血鬼模式杀。吸血鬼模式真的一堆，吸血鬼真的好快，好恐怖，好可怕。吸血鬼模式，他感觉就只顶多票一两次，最后就要躲猫猫了。对，对、啊、对，有些啊，输啦，输啦，扑啊扑啊，扑啊！辛苦了，好啦，感谢各位收看啦。我等一下，等一下看动画。你内麦没关啦，全世界都知道你看动画了啦。看什么动画、啊？好啦，就这样。最近哦，早上起来卷片，中午直播，晚上开台，哇，有点累，等下要直接睡着了。嗯，感谢各位收看，大家晚安，拜拜，拜拜拜拜，好困啊，这样啦，大家晚安。拜拜，睡觉，等一下、啊、要洗个澡吧。你宝可梦都看耐力台啊，不是就好玩？宝可梦不会累，累是累在早上要剪片，好吗？啊，大家晚安，拜拜。